大家好啊，我已经到了山东冠县了，这是冠县的东古城啊。这个就是，这是309国道是吗？这是309国道，从那儿往前走啊，50米就是七一大桥。然后这儿就有卖炮的啊，我去年带孩子来这儿买炮，很多人问我卖炮的，看我们今天又来买了啊，先给你们探探道，已经开始卖炮了。这个是100，哇，好大一个呀，这是一个炮，那边也都是炮，成盘的炮，还有花，各种各样的炮全是啊。这是花，哎，各种各样的花全都是，看见了没有，大的小的全部都有，上边也都是花，哇，那边也全都是啊，想买什么样的都有，看看大人玩的，大花小花都有，嗯，然后这样的大小孩的全都有，就是大人大花小花全都有，看看啊，全部都是。这多少钱呀？不知道。买一个。折多少钱了吧？10块。这样的10块。哦，这样的多少钱呢？折货里真吃三分钟，23。哦，23。这个六，这样的是6块的，这全部是小孩玩的，6块钱。大地开花，折多少钱？5块。大地开花5块钱一盒，哎，这样的呢？小花骨是15。小花骨15，哦。这样。这不知道是什么。这1块钱一。这1块钱一个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迷你三国。哦，小刺花。啊，也是小孩玩的小刺小花。这个多少钱？20。哦，那20。啊，看看那大的啊。这是大花。这边的呢，各种各样的全都有。这样的多少钱呀？雷。啊。多少钱？30。哦，这个闪光雷30。要几个哦，这样的鞭。啊，这鞭是多少钱呢？20啊。折3块钱一个，对，3块钱一个，这一个小鞭。嗯。要一个。这个是花吧？还有花。哦，这个是花，这个也是花。那过年时候养一花。哦。小孩玩，买点小孩玩的就行。两箱多少钱一个？两箱。两箱总共是2块。2块钱一个，2箱。小点没有啊，这一片一块四一根的。哦，哎，这样的花多少钱呀？50的。哦。哦，全都是，还有哎，浏阳河礼炮，浏阳礼炮，各种花全部都有啊，这后边也都是花，你们要是想来买，赶紧来这儿买啊。哎，这样的多少钱呀？这样的。这个圆的，哦，90，这样的花呢？就这种的。这个。啊。这个是95。95啊。在国家上买的。他这样还挺多。得多少钱？这还有一个，谁买谁发财，谁买谁发财。还有锦上添花啊。然后看看，我买了一兜了，又回来买一兜。你们谁想买啊，就来这儿买来啊，我给你们找好地儿了啊。全部都是，品种特别全。就这个名字啊，它这品种特别的全。然后就是这里边看看，全部都是。再往前走啊，就是馆陶的七一大桥了。这个地儿叫东古城，冠县的东古城，大家直接导航就行了啊。然后这个视频我就跟您分享到这儿了啊，卖烟花爆竹的已经给你找好了，想来买的啊可以过来了。我们买了2兜给孩子玩的，全都是买的小孩玩的。街上有很多卖炮的啊，看这儿还有一个烟花爆竹，看见了没有？大家上这个街上来转转就行。就我刚才买炮的那个对面，也是一家卖烟花爆竹的，很多。想买的话就来这条街上转，309国道东古城。